那我问你，三点水加一个来来去去的去怎么念？啊，你不知道？你是笨蛋哦！三点水一个去，三点水加一个来来去去的去啊？去吗？啊！你干嘛啦？就是这边应该比较大，可以呢。天空之城。现在风比较小了，变得很漂亮。对， 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要这个感觉。哎，我是 Alan， 我是 Amber， 又来到一眼能到的异世秘境，镜头好像雾雾的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不会吧，今天我们要去瑞岩部落天空之城，还有第二点要去泡温泉。对，这里有很厉害的景，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可以拍到天空之城，让云雾缭绕的感觉。这里有温泉，天空之城之下的西边居然有温泉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这边。今天的运气算是还不错，因为天气太好，你会拍到大晴天，但是没有云雾缭绕的感觉。天气太差就会大白墙，所以就是要刚刚好有水汽又看得到。有能见度，就可以拍出天空之城的感觉。现在用一台手机在旁边缩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云把它旁边包起来嘛，你会觉得它好像城市是浮起来的。我们今天的流程还会去旧部落里面看看，听说里面剩下没几户，大部分的人都移到新部落了。然后我们还会去新部落，最后去西边，西边有温泉。为什么今年要特别来温泉？因为瑞岩温泉不是每年都很好，有时候出来温度差，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出来。那今年是温泉有出来，池子又大，而且下车五分钟就到。我们频道呢，在今年做了一些2021到2022的冬天必泡温泉系列。当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大概已经是第六部了。会入选今年的必泡温泉呢，有几个条件，就是它今年表现得特别好，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到达，下车大概15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到达，就会入选我们的今年必泡温泉。这一个应该是第六个，如果对前五个有兴趣的话，就列在旁边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下。我们这样子话讲着讲着，现在就开那个洞了。对，就刚好开那个洞。现在山岚还在，而且能见度是好的。哎，它真的是城市在这里，然后它云就这样往旁边散，很像有一个这样。不是每个人来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带了一个法宝哦，可以让你把云海山岚带回家。我知道，宝特瓶。什么东西？你知道这样装空气是不是？装空气，装回去，然后看到还白白的在那边，可能还可以卖给一些人10块这样。好了，要带什么啦？等我去拿给你。山雾陶瓷香氛机，风比较小了，变得很漂亮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要这个感觉。你看，配旁边的天空之城。这是每秒250万震荡的技术，超音波震荡，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水雾喷出来非常的细致。另外，它有特殊气流设计的发明专利，它的水分子在接触到平台表面的时候，就会飘散到旁边，到空气中，所以它可以保持桌面的干爽，家具不会受潮哟。那这样子，当办公室疗愈小雾的时候，也不会把桌子弄湿哦。没错，你看哦，你轻轻吹一口，它就散了。嗯。然后马上又出来，然后又马上又聚集，哎，疗愈，很疗愈，真的。它这有一个 auto 的按键，要按下去以后，它就会去对环境的湿度做侦测。当湿度高的时候，出来的雾量就会变小。哦。然后湿度低的时候，它的雾量就会增大。哦，那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湿度一定很高，现在正在下雨，平常在家里的时候雾气是更多的。对对对，如果不要让它做侦测，你就回复到一般模式，这个黄灯，它就会是正常的出这个云雾的量。我们团队的首席调香师模拟山林海拔的香气，调配出3款具备质感香氛复方精油，分别是迷雾、绵月跟水漾。很重要的是，绵月它的这一款呢，不含柑橘类，有毛小孩、波妞、猫猫、狗狗、兔兔、马马、牛牛，也能安心使用。
好啦，这就是今天的秘密武器，也是本片的赞助厂商，感谢山雾陶瓷香氛机。现在开始下雨了，晚一点天气会比较好，让我们等等看，希望今天温泉很棒。好吧，走。哎，昨天天气实在太差了，所以我们去附近的红香温泉过了一晚，今天再来瑞岩。啊，今天天气比较好，就真的没有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了，所以昨天运气真的不错。好，我们开下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往天空之城，就是旧部落，新部落就往下走。那现在中午12点，我们去新部落看有没有东西吃，还没吃饭，再去泡温泉。樱花开的时候好漂亮，看这一株。这部落还蛮舒服的，哎，宽敞，然后没有太多的垃圾，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房地产吧。你已经想要自产了，是不是？这公园超级美，公园的对面也很美。哦，对面都是一些经济作物的感觉，好美哦。有一些温室啊什么。我觉得这边很适合买房产，来这边度假养老，没有养老还太早了。度假，感觉是有在整理的地方。想泡温泉就去野溪边就有温泉。我们随意找的吃饭点就坐在窗户边这桌啦，吃饭喽。老板说他们这里的名产炸结果，看起来很像日式天妇罗，好像很好吃。哇，有那个卡吃的声音，好 juicy 啊， juicy， 赶快换你吃。好，好吃好吃。早餐一顿要去温泉，路有点烂，听说啦，我也没去过，走走吧，看看。车停好了， Amber 说他看到一个都是鸟的树，哪里有鸟啊？这上面啊，那个才不是鸟，不然他那个一颗一颗是什么？这个最好是鸟啦。可是他长这样也不太合理吧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走嘞，去温泉。要去月岩温泉了。我们下去了。哇，北港溪，之前都会有一些吉普车开下去，现在坐这个应该要很高的车才能下去。哎，在哪里？对啊，在哪里？啊，这一池吗？会烫。会烫哦。有烫，好，太棒了，而且蛮大池的。清澈哦，看起来是原石比较多，沙子比较少，包场了，所以啦，哦，这样子山温暖很舒服呢，左右左右，烫呢，看到，这边应该比较烫，可以呢，这可以，哇，好温暖哦，哦，这晚上会。会升天哎，然后就要三温暖阶段了。这么快？你蓄热完了吗？这天空好美哦！我是一只鱼，美丽的空气。好冷哦，自然的抖音。对啊，你好在抖哎，抖音。哦。太棒了！
我鸟你站三七步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他这样很野。他逃走了。那如果离市区很近的话，应该很难保持这样。对啊，很难那么清幽。南投很中间，要开比较久。这边已经不是乡下或是偏僻，是超级深山了。感觉出来，这个平原上面就是那种历史上会有人在这边住很久的地方，因为它的土壤就很丰富。嗯，高丽菜很大，然后节瓜也 juicy。第一次来瑞岩这个地方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跟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整个风景都很好。对，就是2011到2012温泉季，我们等一下，2011到2012，你是返老还童吗？你回到十年前是不是？好，一直都很红。这里是2021到2022必泡温泉地，六个新年一定要来哟。赞。那我再玩一波。好，我们要离开了。今年真的蛮好泡的，这附近的环境让我感觉算是干净，很干净。开过来的时候，我有发现到有几个露营区，而且弄得好像很漂亮。对对对。所以这里会是我之后想要来露营的。晚上再来这里泡，那一定很棒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离开了，再去旧部落看看，就要回去了。好，报告。好，走。往天空之城，有点背光了。我们来到天空之城了，云雾缭绕的天空之城的里面。对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很新的木屋，看起来好酷。对啊，你看它这里自产，一个自己的小庭院，然后面山。天空超蓝，在他们主要的这个广场，这边的住户好像都迁走了，后面的派出所看起来是旧的，没有在用。啊，教堂在那边呢、啊，他们说有一个教堂，要不要走走一下看看？好啊，应该可以走上去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木屋真的很美。对，这个木屋很漂亮，不知道的它的主人会不会看到我们？漂亮漂亮。哇，这真的都没人哎。啊，我们要去找教堂。应该到了，教堂。看，哦，你现在有一个圣光在后面。来到教堂里就变得不一样了，变圣女。小番茄。教堂，哇，它这个遮阳帘把它的屋顶盖住了，它的屋顶是长这样的。你去念一下它的名字。他的名字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秉什么？秉死不心、嗯、教会，是念心吗？还是念干？我念干哎、欸，对啊，那你严加干的干啊，你念错了，再重念。秉死不干教会，嗯，怎么样嘛？不错啊。你想表达什么？看你会不会念山水经？那我问你。那我问你，三点水加一个来来去去的去怎么念？啊，你不知道？你是笨蛋哦！三点水一个去，三点水加一个来来去去的去啊？去吗？啊、你干嘛啦？那就法国的法。就是很多人都不，很多人真的会被你骗到了。对啊，因为你只要讲来来去去的去，大家会往去那个音去想。嗯 嗯，是不是？你下次去骗你朋友。我觉得我朋友都蛮聪明的。我也觉得你蛮聪明的。欸、先问你，有三点水一个去里面？他刚在旁边呢、啊。我回答。还有一个人比花娇。耶、yeah ，浪漫哦。没有了。好，因为我看到有人拍那个教堂，所以我们刚刚也走上去，最后回到这个木屋，因为这个木屋实在做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里 ending。我不介意旁边有一块空地，
你想在这里录影是不是？还是你要在这里再盖一个自己住这里？盖一个豪华小木屋。这一次的瑞岩天空部落的天一日行，丰富度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运气很好，刚好遇到一个有水汽又不会太差的天气，我们才能拍到那个云雾缭绕。跟我们这一次推荐的秘密武器刚好可以呼应。没错，我们要把山岚跟云海带回家。谢谢，是三物陶瓷香氛机。这一集就这样啦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海军双节到云海。如果觉得我们介绍不错或特别喜欢我们的话，在画面的这里分享按钮旁边有个超级感谢，那是付费留言，算是对我们的鼓励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漂亮的木屋，哦，这两株樱花如果开了更棒，而且它这个樱花是粉红色那一种。对啊，只是现在掉了。下山来加码，最后加码晚餐，脚脚腿羊肉店最好吃的羊肉，之前有来门口拍过，但是没有拍进去的画面，就给大家看看，清蒸三层，还有羊肉火锅穿烫，好好吃。这个超好吃，可以再来一个。对，等一下，超好吃。羊肉清蒸三层，招牌清蒸羊三层，所以一定要沾到下面的一个蒜味的羊汁。香，必点，鲜。